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霸道哥，今天带来洛克打野。今天这场对面的阵容很豪华，有刀锋又有奎伦，刀锋是走凯撒路的，他们的刀锋是走凯撒路啊。洛克面对两位打野角该怎么打嘞？各位看下去就知道了。这边的话，我先把蓝 buff 先吃掉。赶快把野区收一收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准备去反红。这个制裁我有留着，因为我刚刚看到艾崔斯在上面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会先回我们自家的野区，把野区清一清，把我们家野区收一收。这个刀锋的话，没办法，追不到。这边应该是没办法收掉，因为刀锋它一技技能可以加快，没办法，可以加速啊。这边我预计大概浪费了大概15秒时间在上面。但没关系，对面奎伦目前在三等。那我们下路试事情了哈，出事了哈。来看一下，卡莉被马加收掉了，这波赚了。目前是2-2了啊，要跟时间赛跑啊。做一个打野就是要这样子啊，要跟时间赛跑。那我们现在来 buff 出了哈，赶快把它收一收。那对面吃魔龙，啊这边托大家来一下，来反一下他们的红。这红 buff 能不能拿下来呢？好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制裁还在。这边我们收掉了刀锋啊。这个古龙被马加拖了出来，拉太出来，那大概会再浪费3秒时间。目前时间是来到3分钟，目前时间是来到3分钟了哈。奎伦目前已经是吃不到2次红了哈。这边也没有吸雷，对面中路，哎呦，观念蛮好的，可以夸奖一下，真的不错。这个走位感觉蛮溜的，你刚刚看他那个1000雷后有没有？感觉拐一下旁边有没有人有没有？正常如果说 有在蹲的人了、啊，看到这个卡莉的位置那么出来，稍微出来一点可能就会透，大概就会露头了。我刚刚卡的蛮不错的，这个可以夸奖一下。这边来吃一下我们的小野了啊！
玩洛克的话，蓝很重要啊，这个蓝 buff 肯定要吃的。大家现在没有注意到，这是我现在吃的第四个红包、啊。那对面的红也出了哈。这边奎伦收掉 ，nice。我们家的薛莉在呻吟了。有看到吗？右下角的画面，我们家薛莉很可爱。嘘，今天还有人问我说，我们家薛莉衣服去哪里买的？我说在一中啊，年后大街的时候去买的，过年的时候，好像是初三吧，初三的时候去买的。上一次帮他买一件太大件了，去那个宠物店买啊，买件蛮大件的。买了差不多800多块钱，买一件帽 T， 粉红色的帽 T， 然后太大件了，他可能要等他长大一点才有办法穿的。上次我有帮他改衣服啊，自己帮他缝的，帮他缝袖子啊，袖子啊，四个袖子都帮他缝一缝。这边我们清一下哈。这边有没有戏嘞？开大一下！我扛了很多下塔了、哦，我都扛了6下塔、啊。刚扛了6下、啊。开玩笑啊！已经四五。他这边作为一个打野啊，本身的经济很重要。除了你要帮忙以外啊，本身的野区也要记得收啊。因为我发现有的打野啊，虽然会吃野，但是也不能一直吃野区，但是不帮忙这样不行。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怎么样嘞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一直在帮忙，但是野区都不收。这个也是遇到蛮多个都是这样子的。这边目前没戏了啊，蹲一下。如果线上的兵的话可以吃的话是最好，线上的兵呢的钱呢、啊、肯定是比什么，比野区的经济还要来得多，懂我意思吗？线上的兵如果没人清，那就可以来吃，就把它吃掉，或者是一起共享经济。这边中路有没有戏嘞？对面好像差不多拉掉了，哎呀，奎伦冲了出来啊！刀锋也来了，哇！这个刀锋有收掉，可以啊。那奎伦跑到上面也残血了，那这样子代表我们左半边的话，这边有四只。奎伦残血啊！这个如果追不到的话，我们就不要硬追了哈。干嘛？然后就来赚钱了哈。没有。赚钱赚钱。钱是要赚一下了哈。吃个温温哈。然后回我们自家野区收一下了哈。整理一下野区哈。目前时间来到8分钟了，目前时间来到八分钟了。好，野区也是要整理一下哈。先打一下是暴击1391了哈。以目前我的经济来讲的话哈，以洛克这只角色啊，遇到刀锋、奎伦这种角色通常是不怕的，是绝对不会害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痛了，尤其是贴着打的时候啊。往往都会出现暴击啊！如果片头刚那边看到的话，那个魔吻啊、奥义都可以参考一下。
参考啦，参考就好，不一定都是这样子，看个人，看自己玩的或者是装备，看怎么样比较上手，那就自己调整。这边有没有戏呢？你赶快来帮忙一下哈！对面的特尔已经开完机走了哈，这边的招差不多放光了，往后拉一下哈，往后拉一下。似乎还想追哈，后面有人哈，后面被蹲了。啊，这边不行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复活了哈。看下面是怎样。好，下面又掉了一塔了哈。刀锋能把它收掉，都外面特里来了哈。哎呀，这不怕死啊，撞下去就对了。要被绑了哈，这边拉掉，这边拉掉了哈，对面三只了哈，卡利也过来了，我们这边拉掉了，这大还在吸地中哈，哇，这边刚我滑一下画面，刚用我手指滑一下画面，想不到奎伦出现了，这时候我刚复活哈，那我准备先吃凯撒，凯撒还是要吃一下了哈。扣一下队友，刚刚扣一下队友，全部来吃一下。对面已经倒了三只了嘛，哈。那兵线整理一下哈，等一下兵线要整理一下。这场队友也是很不错啊，这场队友也是蛮不错的，关联蛮好的。这个刀锋要守这个塔吗？要确定呢，要确定啊、哦。那这个塔我们可以把它顶掉了哈，刀锋已经走了。这边有没有戏嘞？这边目前是集结上面了哈，啊、哦，我们队友全部冲进去了呢哈、哦这个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跟着冲了啊，意气相挺了好不好？先收掉一只，两只。啊、哦，三只啊，这边有扛到塔了哈，那没关系，这边我们是赚的哈。艾崔斯刚刚已经拆了两塔了，艾崔斯刚这边已经拆了两塔了哈。这个深渊拢出了，这个还是帮忙一下了哈。队友要开打，趁我在吃拢的时候啊，趁我在吃拢的时候、啊，时常都这样子、啊，那没关系了啊。我是挺肥的啊，打艾瑞不用怕啊，打艾瑞不用怕，贴着打就对了，不用害怕啊。现在目前时间来到15分32秒，目前时间来到15分36秒，感觉一波结束了啊。好啦，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就会收到上篇通知了，各位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，结束。这刀锋很凶哦。记得 YT 按赞订阅我哦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 IG 开的公告。本庄第三波充点数活动开始哦，很想看我拍什么，记得留言给我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